那喝喝啊，来把咱吃剩下来时间哦，增加跟他重视了吼。那若要健康哦，运动第一件，咱搞要运动。有吼，啊，若无要运动，你正开始培养了吼。那最后讲着死了吼，那死当然，这上界一般人拢上惊死了吼。那老修道的人吼，其实对死有真清澈的认识，因为伊知影生死嘛，伊袂去。别去恐怖了吼，那有好多人讲哦，人生苦，苦在何处？人生有八种苦，生老病死啊吼。那生之前伫出世的时阵都会痛苦啊，吼，咱若要生出来的时阵，哦，你妈妈要讲造出来的时阵，哦，这个、出来寒热，开始接受啥物叫做天气的寒热，身躯有感觉嘛，开始就。会痛，会痛，吼，我们会疼啊，吼。那到老哦，咱生的过程当中，到一寡痛苦，其实嘛有哦，心中的像青春期啊，青春期人生的风暴哦，哎，那个青春期做侪囡仔拢伫那时阵，拢有一寡变化，身躯的变化，心理的变化，哦，做侪欢乐拢伫那阵青春期那特别多，哦，少年时阵啊，吼。那到那个。老的时阵呢，吼，咱若到老哦，哎，开始着咱的身躯会老化，哦，目睭会疏啊，哦，有人爱去开白内障咯，哦，白内障无无开的问题，啊，是因为即咱台湾地歹开白内障咯，健保甲你支付吼，啊，无开白内障，你怎敢爱做侪钱？应该爱做侪钱吼，啊，咱进行医术嘛发达，啊，佫有健保吼，那。目睭疏哦，啊，即个手气，手气嘛落去哦，哦，上了下哦，咱手气今年我就咱手气啊，哦，啊，咱手气啊，哎，就是啥话，啥摇牙齿动摇，牙周病，到牙周病，哎，牙周病咱若无好好的刷牙哦，无去注重牙齿的保健，你就变成这个疾病哦，手气落去哦，哦，那。咧做啥呢？咱的筋骨哦，会较硬哦，有无？有感觉无？哎，啊，这拢是自然的。你的脚头骨开始退化，哦，爬楼梯开始吃啊，哎，啊，无法度行伤久啊。咧，佮有咧，有的人会困袂去，会困袂去，哎，这拢自然的哦。到迄个时阵，伊就困袂去，奇怪，伊早都做好困，哈，从他前面困了后，从困袂去。那若无要上山，伊就困袂去。哦，啊，这拢是一个身躯的变化吼。那到老当然，即个老老化，咱嘛是有法度去减缓即个造成的不便吼。比如说，你的身躯哦会安控制，干有法度控制？嗯，有啊，你食食甲控制，心情放下轻松，莫紧张啊，配合医生的指示食药啊。哦，啊，你的血压会当住的。像有啊，爸爸妈妈拢有血糖的问题，糖尿病，糖尿病较有法度控制，有法度控制啊。哇，当初我妈妈伊得糖尿病的时阵，想讲，哎，我都拢有咧喝喝啊，食食，因为我爸爸是得糖尿病，啊，娃娃妈妈得，你厝内底老人得，你敢会注意？哎，是会注意嘛吼。啊，医生就讲啊，你若爸爸妈妈拢有得吼，今日差不多七成得。哎呦，七成。所以你到老十的有七年就糖尿病，只是当时发作的尔。哦，所以咱爱注意糖尿病伊的原因啊、原理，然后啊，你还去控制你的饮食啦，你爱运动，把你的血糖消化完毕啊，卖好你的哦，辛苦做成负担嘛。哦，用药按配合医生的治疗，定期检查，对不？你若老婆没忌口。哦，那饮料一罐，对一罐，全糖的拢来滴落吼，安尼你就会食到。所以药啊，讲的这病带来的痛苦，真正生老啊老啊吼，当然一寡病，搁少年囡仔敢有病？有啊，你想见吼，少年囡仔有病，伊会得啥肠病毒吼，得嘛病毒啦，那真细汉就会得病，得嘛病毒，那嘛一般的吼。啊，像即大陆遐即个流行真侪，迄感冒诶，什么梅将军有无？嗯。梅将军，迄大家嘛会钓起，
一刀的看一定的少年嘛，可能对哦。那每一个人，伊在破病的时阵，所受的痛苦拢无同。啊，有哈嘛捌破病过，但有去锻炼，我嘛捌锻炼啊。